来做储存铅桶，一个塑胶的瓶子，把小刀跟一把剪刀，我准备割。要小心割到手。煎好之后都得有点毛毛的，用小刀稍微刮一下。这样就可以丢钱下去。小朋友的可以 DIY， 然后外面可以画图、图片、图案。早就大功告成。